尖椒大肠的做法，一张图片都说减肥是女人毕生要做的一件事，可是面对诱人的美味，怎能抗拒得了？这让人又爱又甜的尖椒大肠，还是让它时不时上上台面吧。食材明细：主料猪大肠150克，辅料青尖椒3个干辣子，5个酱油，适量糖，少许盐，少许微辣口。味炒工艺：10分钟耗时，普通难度。尖椒大肠的做法步骤：一、处理好的猪大肠高压锅煮熟，切小段，尖椒斜切成小段备用。焯锅内加入色拉油少许，大火加热后放入干椒子煸香。二、加入尖椒，加少许煎，迅速翻炒至8成熟。三、锅内再倒入少许色拉油烧热，加入大肠翻炒片刻。四、加入酱油煮糖调味，炒匀。五、加入已炒好的尖椒继续翻炒片刻。六、关火装盘。